我看一下啊。好，哎，周振华，姐夫，哎，来，姐夫，哎，李哲，找我干嘛呀？着急忙慌叫我过来、啊。那个，我就是找你点事儿。啥事？你这有什么好事想到我了？你跟我出去看看，你知道了，走。不是干嘛呀？是走。那先走。你看，老苗，不是姐夫，那我来今天干嘛呀、啊？你是有什么事找我吗？没事。我买了，你看一看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老庙黄金。那个，梁帅哥，今天想看些哪些品类的东西？送谁呢？送我，您自己带着。没有，就找一个送给女孩的戒指。女孩子的是吗？放哪个好一点？这一款是我爱你一生一世，您是送爱人是吗？女朋友？对，就要了一个一生一世的。那我觉得一生一世这一款蛮有意义的。我爱你一生一世，就是说您送人赠礼哈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手大小啊，主要我没摸过他手。没有摸过手就送礼物，您好有心啊！您看一下这一款可以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好，哎，周建华，请进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那个啊，那个我跟你买单的是。您买单是吧？对，这边。林总。来，你怎么没给人买单就跑出来了？这不有你呢吗？我看这戒指一三一四，一生一世嘛，寓意多好，我姐肯定喜欢。不装了，你装去。哎，姐夫，你这给我姐买个金戒指要求婚呢？我们从来没向你姐表白过吗？啊，这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一路见证过来的。啊，这今天晚上9:09，我叫你姐直接表白开直播。那你这表白是不是还差朵鲜花呀？我戒指买还差鲜花，给我买着。走。姐夫，就这个，我姐就喜欢红玫瑰。那就拿这个得了。没想到姐夫还挺懂浪漫呀。我和你姐经历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今生都难忘。打开窗户，让孤单透气，这一切如此密闭。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。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，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再落在何地。